一大早彩券行大门口，鞭炮声此起彼落。因为基隆爱路这间彩券行前一晚开出了 2.57 亿的威力彩，而且是一人独得。有知道，所以你今天也有特地来买，对。就新闻有报道，对啊，恭喜他们，恭喜他们。老板娘人很好。台彩十点多的时候通知我，台彩。他怎么跟你说？他就说，昨天跟我讲说那个店里开出头奖，我们没有不知道，都没有任何头绪，要不要就靠电话？我惊一下嘞。许多民众也来彩券行沾沾喜气，2.57亿的威力彩一人独得。老板仔细想，开彩前似乎有端倪。叫你让你背啊，你背来背去。几只？一只啊？好几只哦，好几只。哎，好几只，背来背去。因为这吼交通要道吼。啊，就要去庙口啊，这妈祖庙里遮哦，啊，拢人来客去，唔知影讲，买的人嘛唔知影，敢那讲，叫那个有老顾客也有新顾客安尼，咱拢嘛唔知影。这间开出头奖的威力彩就位于孝义路基隆卡玛丁，也距离庙口不远，许多人经过都会随手买一张彩券。但到底是哪一位幸运儿独得头奖，老板也想不起来。希望继续分享这份好运，让彩迷都能够发财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